不宣言。西把那刀砍，那个青山脚啊，青山脚坐的我这个七品官。我穿盘刀亮的北京城啊，开了个学，我那辛辛苦苦啊，前去的求我官，三篇文做得好，万岁称赞，问你我那河南县呀，我听众啊官，到你不去临平，我那现在把那严嵩见。只要三千两，我没胆钱，满足三千三千我都没有。这个老贼，这恼羞成怒啊，把我将到保定府清源县，我平州扎的这个七品县官。大理官们犯法要不成阿曼，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，我宁叫难闹你草长满，不叫我的好百姓受屈还冤，让咱们开刀去查查，那还那还那呀呀还那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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